吃这个冷面排了多长时间了？我排有20分钟。20多分钟。20分钟左右。啊，经常来吗？我就住西头条。哦，我就住这旁边这胡同，50多年了吧，这得天热都爱吃。就是凉快痛快。这个这么热的天儿，你以前遇到过吗？没有，我这今年是真是第一。对这个热天气有什么应对措施吗？应对措施就是尽量少出去了，把东西早上起早点起买全了，完了以后尽量不出去了就完了呗。热天儿就喝点绿豆汤呗。喝绿豆汤啊？绿豆汤，给小孩弄点绿豆汤。高温天气嘛，也是我们销售的比较旺季嘛。啊，我们就是早上起来9点半，大概师傅就开始准备，就是以最大的量吧，提供给顾客大概最好的吃的。今天大概就是一上午，这中午这个时间接待了多少客人？接待了差不多2000-3000吧，毕竟是凉嘛，冷面嘛，就是我们那个汤也比较凉，然后那个味道也比较好，然后大家喝一口就特别解暑降温。所以就是大家就好这口。知道视频，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。